现在各大汽车开发商为了卖汽车也是各显神通，买车送这送那，最终的目的都是吸引消费者。这不，均马 Meet 3再出奇招，买车送 K 歌房，这也成为了它最大的一个卖点，就没人听说过。不过它的这个 K 歌房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面的店面的 K 歌房。均马 Meet 3是均马旗下刚刚上线的一款 SUV 汽车，这款汽车的外形神似奔驰 GLA， 所以也可以说是国产版的奔驰 GLA。这款汽车针对的主要群体就是年轻人，所以这款汽车处处流露出青春的气息。它前面采用的是星芒和巨流式两种进气格栅，这种进气格栅辨识度极强，完全符合年轻人的审美。这款汽车并没有传统 SUV 那种极高的高度，这属于一款紧凑型的 SUV，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款处于战斗中的 SUV。 打开车门，毋庸置疑里面也是一些基本的配置。这款汽车搭载的是 1.5T 的发动机，整体来说也是比较省油的一款 SUV， 而车子里面看着也是非常的豪华，配备的方向盘看着也是比较的运动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一个 Only Make， 是一个音乐系统，在这里面你可以享受 K 歌的乐趣。我们还有一个电视一样的界面，而这个界面就和 KTV 里面的点唱机一个功能，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你喜欢的歌曲，然后点击播放。还有一个大话筒亮了，你还能够用这个话筒放声高歌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移动 K 歌房。均马 Meet 3的售价是70,000元起，而无论从 SUV 来看还是从音乐方面来看，这都是一款非常便宜的汽车。不过具体使用着怎么样，还是需要已经购买的车主来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。